舍。任澎湃距离来到我，沉容我，思量我前进，以弱肉生强，否抛开现实，天大地大过大精神。再试试，再试试，前世中爱与不爱都很难，像依然那么深，每一条路的尽头是一个人，看不透世上的真，你还是这样天真。幸运如水，追一个豁达的眼神。任澎湃距离来到我，沉容我，思量我前进，以弱肉生强，否不可限制，天大地大过大精神。再试试，再试试，想回头，去收拾发展成熟，但是手不为动，所向无敌真理。张启桥，他叫你去有什么要紧的事啊？好，没什么重要的事。你已经帮他彻底打垮了张君宝，成了他的左右手了。将来，我想还会有很多大事，他都会找你商量的。是啊。哎，玉儿，这件事上，你为我付出的太多了。季风，你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。我为你付出的再多，我都不会在乎。哎，季风，我今天在外面看见有人拿着一种花，又白又小的，是什么花呀？这应该是白兰花吧？哎，你喜欢吗？嗯，我喜欢。它又洁白又高贵，清香无比，很美呀。喜欢就好了。不如这样吧，等下次回来的时候，我给你带很多，布置我们的家。我们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的家，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启禀王爷，假冒公主的乱党已经全部就擒，从此以后朝廷可以高枕无忧，此乃苍生之福。做得好啊，真不愧为逍遥散人的首徒，领导天下武林的盟主。这次武林盟为朝廷诛除奸党，居功至伟，本王打算论功行赏，以表彰他们的丰功伟绩。王爷您过奖了，在下身为武林盟主，做这点事情应该是在所不辞之事。不过在下的心目当中一直有一个人选，很想在王爷面前表扬一下。哦，既然是盟主推荐，本王一定不会亏待。此人是名剑山庄的后代，也就是已故老庄主易云的孙儿易继峰。哦，就是宣读遗诏大会上倒戈相向，帮助我们揭露张君宝真相的那位少侠。正是此人。嗯，此人功劳不小，本王定要重重赏他。易继峰年轻有为，而且是武功高强，又愿意为朝廷效命，而且是忠心耿耿，所以在下以为他与公主是特别般配。我是代易继峰向王爷提这门亲事，希望王爷能够招易继峰为驸马。哎，此事万万不可。为何不可？
公主乃金枝玉叶千金之躯，易继峰出身贫寒，怎么能够高攀公主呢？英雄是不问出处的，而且王爷也说过，如果谁能够平了张君宝这些乱党，并且能够保护公主的人，就是最大的功臣，这个人就是易继峰。他功劳不小，本王可以重重赏赐，可是此事万万不行。王爷，姻缘可都是天注定的，不是王爷您说不行就不行。张启桥，请你自重，不要以为本王待你客气就可以胡作非为。王爷，我可没有妄自胡为，我刚才说的话可都是逍遥散人的意思。逍遥散人，我看王爷您也就不必再多想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如果您同意了这门亲事，从此以后驸马爷就会对你恭恭敬敬，而且逍遥散人和武林盟又是你至亲至爱的朋友，相反的话你就是与整个武林为敌，那么明智的形势，我看王爷你就不必再多想了。我如果你没有反对意见的话， 我就先替易继峰谢谢你的美意。本王有些头痛，你去吧。王爷不必头痛，至于公主结婚之事，在下会替你一手操办，属下告辞了。你给我退下。子荣，毒性发作的时候是不是很难受啊？啊，没关系，都没关系。不错，我今天想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喜讯，就是你一直挂念的人，一直想念的那个人，从今以后你再也见不着他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知道我说的那个人是谁？你少来这套，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。我不怕，我告诉你，逍遥散人已经把张君宝给杀了。不可能。不可能？信不信由你。在江湖上有几个人能逃得了逍遥散人的手掌，何况一个区区的张君宝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君宝是不会死的。你这个贱人。我告诉你，你活不了多久，再过上七天你就要到阴曹地府去见你的张君宝了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如果恳求我的话，我还可以给你抚心丸的解药，怎么样？你不要再浪费心机了。子荣，是你自己自寻死路，那我就只好成全你。张君宝死了。张君宝死了。你站住，你们到底把张君宝怎么样了？君宝是不会死的，君宝是不会死的。翻过来，别动，别动啊，别动。你看我干嘛？喜欢看吗？你漂亮吗？喂，你够了没有？
整天占师姐的便宜啊？嗯，我说你占便宜啊？占便宜是不是游戏啊？你教我玩呢？你是假疯还是真疯啊？不要闹了。怎么了？干嘛？你干嘛整天在头上绑着一块布呢？我头疼吗？当然要绑着了。对呀，因为你头痛呢，所以我帮你检查头。那现在我帮你把这块布轻轻地解下来，然后等一下呢，再把它套上去，好不好？听话啊，有糖吃哦，乖啊。过来了，坐直一点。我先碰你的头，如果痛你就告诉我。如果不痛呢？你喜欢？不痛，有点舒服。不痛，用力一点更舒服，呵呵，舒服。啊！是不是这儿啊？好痛啊！轻一点。嗯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有一块硬块，轻一点。可能是因为有淤血，所以弄得他神志不清，记不起以前的事情。那怎么办？有办法医好吗？如果是别的部位呢，我用针灸给他放血就好了。可是现在在脑袋上，如果扎坏了，连命都赔上了。那就扎下去吧。你这么恨他？哼，师父的仇不能不报。那你之前为什么不杀了他呢？我本来想杀了他，但是师父曾经说过，不杀没有武功的人，我才没有动手。嗯，你终于想起爹的话来了。那我先开一点去瘀的药方，你去帮我买回来。不杀他还要救他，我不干。我是你师姐，你是不是要听我的？去不去啊？去不去？哎，不要生气啊，笑一个嘛。对呀，好漂亮啊，闻到就知道苦了，好苦啊，不喝行不行啊？不行，苦口良药，喝完了才会好啊，快点。我很好啊，没病没痛，还能大师碎心口呢。什么大师碎心口啊？啊，没有啊，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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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人呢，最爱乱讲话了。我没有乱讲啊。如果你再乱讲话，我就不带你出去玩。不乱说不乱说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去玩啊？快点喝啊，我们要走了。我去卖药啊，顺便带他出去看看热闹啊。喝完了可以走了吗？我在等你啊。不如你也一块去啊。我师姐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没空跟我们一起走的。去、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，走走走走走了。来来来来啊，十全大补药，功效神奇，保证前所未有啊。来来来，过来看呐、这次要不要我躺下啊？有人来再躺啊。来来来，十全大补药啊，今天为各位介绍我们的家传之宝，这个药功效神奇，有病治病，没病强身，保证有效。待会儿呢，还要请各位看看精彩的神功表演。来看看，是不是到那边看看？过这边看看，那边看看，那边看看，那边别走啊，还别走啊！来，全看一看喽！妙手回春还魂丹，大家吃了之后百毒不侵，生龙活虎，铜皮铁骨啊！来看一看，哎，这位是我的师弟，吃了神丹之后为大家表演，小孩子不要学啊！哎，好，哎呦，哎呀，瞧瞧，好家伙，厉害呀！哎呀，这功夫啊！啊！妙手功太厉害了吧，各位，你看现在只需要一两，你就可以买回妙手回针丹。哎，有钱的快来买，无钱的不要后悔。哎，怎么又断起来了？这是啊，哎呦，喝了，喝了，哎呦，真是不行。怎么那么难喝啊？喂，你来捣乱吧。
位乡亲看到了没有？他就是吃了我们家传的十全大补药才会这么厉害。我们的十全大补药，一两一包，买十包送一包。喂，你是不是分明来捣乱呢？是你先抢我的生意啊，这分明不是滚油。好，我有个主意，咱们比过谁厉害，我们比谁闭气闭得久，谁的药就是好药。难道会怕你啊？你把头浸在水里，我没叫你抬头，你不要抬头，听到没有？那么简单啊，不用大师碎心口吗？不用了，把头浸在水里面，我没叫你抬头，你不能抬头。好，准备开始。我们本来是打鱼的，闭气能超过一炷香，这次你输定了。在比赛啊。比什么？你谁的药厉害，谁的头先冒出来，谁就输了。你神经很容易出事的。哎，师姐，这是关键时刻，我们能不能立足在这里，就看这一次了。可是师姐，我们赢了，你看到没有，谁的药比较厉害。算你们厉害，走。干嘛呢？快起来。金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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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束了。刚才你为什么不起来啊？我听不到啊，你叫我。哎，你来了啊。好了，大家都知道了，我的药比较厉害，现在买十包送一包，来呀，大家快来买呀，买呀，快来买呀。他的药厉害，快点买呀。你和青山平时就这样卖药啊？是啊，他今天算是对我好的了，都没有用锤子锤我了。他平时有用大锤打你吗？有啊。哎，别急别急别急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哎，太过分了。喂，你在干嘛？哎，你在干嘛？哎，你没有啊，我想让你再帮我擦一次脸嘛。来，季风。武林盟主，季风他不在。我找的是你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两样东西，一个是我为你准备的毒药，另外一个是我为你准备的一封遗书。盟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看易继峰一定没跟你说起，八王爷已经把公主许配给他，他马上就会成为大宋的驸马，而且飞黄腾达，振兴明建山庄的事业指日可待。谢谢盟主对继峰的赏识，可是如果你要喜欢易继峰的话，你就应该助他一臂成功，不应该牵制他。我没有牵制他，我从来都没有过，就是他要当驸马我也不反对。可是公主不希望有人跟他一同分享他心上的人。不，不会的，继峰不会答应你这样对我的。我去找他，我要找他。你现在去找他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，你只会给易继峰增添麻烦。我看还是给你自己一个尊严死去的机会，别逼我出手啊。我们看这些布料吧，怎么样，你喜欢哪一个，我们多给你做些衣服。哎，够了，我有那么多衣服根本用不着。不，
我要给你多做些衣服，以后我要是忘了给你洗衣服，你就有的替换了。哎，玉儿，你不用老是为我设想，你应该为自己想想。哎，不如你也挑些好看的布料做几件新衣服。不，我没有时间做了，不浪费了。哎，不如我们去看看笔墨纸砚吧，啊，走。哎，不用了，等用完了再买吧。毛笔墨砚宣纸我都放在书箱里了，你要用的时候去书箱里拿就行了。你写好的文稿要用镇子压着，要不然起大风会给吹走的。好。还有，你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关好门窗，要不然下起雨来，大雨会被桌上的文稿给打湿的。好了，玉儿，这些我都知道了，这些事情不都是你给我打理的吗？再说有你这贤内助在，再麻烦的事情都会变得井井有条，我还担心什么？你就是太依赖我了。哼，是你把我宠坏的。万一我生病了，或者遇到什么意外残废了，那你怎么办呀？哪有这回事？我是说万一。哼，我会放下一切，好好的照顾你。我们好久没有这么悠闲的游山玩水了。是啊，一直以来我们一直把心思放在了重建名剑山庄上，说真的，连坐下来游山玩水的时间都没有。易大哥，你答应我，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不要想，只是陪着我好吗？好啊，听你的。易大哥，我真的舍不得你。怎么了？为什么说这些话？玉儿，是不是公主的事情？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找个机会向张启桥表明我的心意，让他在萧阳王面前替我说情。不，易大哥，你不要意气用事，大丈夫应以大局为重，我可以为你牺牲一切。不，玉儿，你已经为我牺牲的够多了，我不能再让你为我受委屈了。易大哥，我好怀念大漠。是啊，也难怪你离家那么久了，怎么会不想家呢？不如这样吧，等我们完成了这件事情，我就陪着你回到大漠里去探望你的娘亲。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一直希望能离开大漠，到中原来生活。可是现在，我真的好想念大漠。我想念大漠的马奶酒、羊腿，还有大漠自由自在、与世无争的生活。放心吧，我们很快就会回去的。哎，玉儿，你还记不记得我第一次喝马奶酒的时候，那酒还是你给我倒的呢？易大哥，你还记得吗？上次我给你提起的白兰花真的好漂亮，我特别想要，你能帮我去买吗？好啊，只要你喜欢。
玉儿，玉儿，玉儿，看我买了什么。玉儿，玉儿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啊！我给你买白兰花来了，你最喜欢的白兰花，又白又香。你睁开眼看看，不，你闻一闻也行啊。我们不是说好了，很快就会有个家的吗？不，月儿，你快醒醒啊！你快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，月儿！你不能死的，我们还要在一起啊。玉儿，不不，娘，我好久没有写信给你了，请你原谅女儿的不孝。娘，你说的对，中原这儿真是丰衣足食，现在我每天吃的都是山珍海味，戴的也都是金银玉器。可惜娘，你坚持要留在大漠，如果你也能到中原来跟我们一起生活，享受荣华富贵，那该多好啊。娘，大漠风沙大，夜凉天衣，保重身体。女儿不孝，不能侍奉在侧，报答养育之恩。玉儿，我有遥寄祝福，并且答应娘亲你一定活得精彩，以报亲恩。玉儿，thank you.
儿，是我害死了你，是我害死了你。是为了生活嘛？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弄死他？怎么会啊？他虽然失忆，可是内力还在啊，不会这么容易死的。他不会保护自己，干嘛？喂，干嘛？喂，你干嘛呀？哇，这么漂亮啊，五颜六色的。对啊，这是做衣服用的布匹。做衣服？你说漂不漂亮啊？嗯，不错，还好啊。你说哪一匹最漂亮啊？这个不错。啊，这匹啊，不如你买一匹回去做衣服啊。对呀，今天我们赚了很多钱，买一匹做新衣服好不好？不用了，我衣服很多，不要浪费。走，我们回去了。走，乖。去哪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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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哪儿嘛？我去采药。我也要去啊。不行，你有病在身，山路那么难走，你还是乖乖在家待着吧。我要跟你一起去嘛。前两天不是刚跟你逛过街吗？再说了，我还要去山上看看有没有药能治你的病啊。我没病，我要跟你一起去嘛。不行，你不要闹了好不好？师姐有正事要办呢，我跟你玩好了。对呀，你跟翠山在家好好玩，我去山上采药好不好？跟你有什么好玩的？那跟师姐有什么好玩的？她比较漂亮，比较香，对我比较好喽。你太过分了，别以为失忆就可以乱来。你怎么可以打翠山啊？有没有事啊？没事，我没怎么出力啊，我怎么知道她那么轻？对不起啊。没事就好了，我要赶快走了，要不然天黑之前都回不来了。哎，你们两个不可以打架啊。他这样看着师姐，留她在这里早晚会出事的。干嘛？心情不好？都是你啊，关我什么事啊？要不是你刚才在旁边阻碍我，我也不会推你。我不推你，漂亮姐姐就不会生气，漂亮姐姐不生气就会带我去采药了。这样你还不明白啊？好像有点道理啊。哎，这样吧，我带你去逛街，但是不能心情不好。去哪里玩啊？你说去哪里就去哪里啊。真的？真的，走吧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不要一直拉着我的手。我不会从这里回家呀。真的？是啊。那就好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想吃这个。这个不好吃。没吃过怎么知道？这个好吃的呢。走了。没吃过怎么知道？好了，买一个。哎，贵贵。谢谢啊。你骗我啊！好好吃啊！我去买一个给漂亮姐姐。哎，不用了，她吃过了。吃过了可以再吃吗？哎呀，你真烦！我不想回去。你给我钱，我回去买啊。你认得路吗？走回去买而已，怎么不会啊？我只是不会回家嘛。那好吧。哎，师姐，漂亮姐姐，没有啊，在哪里啊？啊，我看错了。钱呢？怎么跟你平时用的不一样啊？这个是新的钱，你快点去，要不然买不到了。哎，我很快回来，在这等我啊。现在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的吃饭喝酒了。不会吧，应该没那么快回来才对啊。把他打昏，送到山上喂狗。师姐，你干嘛？我
我再试试看能不能用鼻孔喝酒。神经病啊你！哎，俊宝呢？他在外面，你没有看到他？没有啊，我找到依他的办法。他去哪里了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你整天跟他在一起，怎么会不知道？哎，他自己会跑会跳，我怎么看得住他？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情？没有啊。看着我的眼睛，你再说一次，有没有？嗯，没有。没有，你骗不了我的。你肯定做了什么亏心事，所以眼睛才不敢看着我，对不对？嗯，不是。哼，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样子，眼睛不敢看着我就是在撒谎，对不对？你告诉我，你把张金宝怎么样了？快说啊！我你不是把他杀了吧？没有啊。没有，你把他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我把他带到集市，但是我没把他带回来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你明明知道他记不起事情，你还把他一个人留在集市，他找不到回来的路，很危险的。看到一个戴着头巾、穿着白衬衫那么高的男人。没有没有。老板，你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男生头发短短的？没有啊。谢谢。小姐，有没有看到一个戴着头巾的、穿着白衬衫这么高的男孩子？哦，没有。有没有看到一个小男孩这么高穿着白衬衫的？没有啊。你把他弄到哪儿去了？就在附近啊。没有啊。算了，我们不要找了，就当没见过他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你能不能不耽误师弟呢？算了，你自己不愿意，我自己去找。救命啊！打打，给我打打！救命啊！给我打！救命啊！哎呀，臭小子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偷东西。我付过钱了。还讲呢？给我打打！哎呀呀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呀！不要打我呀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？这小子来买布，拿石头当银两用，说来说去说不明白。对不起啊，快点把布还给人家。不能还啊！你说你想买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那天是你说喜欢的。就因为我喜欢，你就宁愿被人打成这样子？当然了。傻瓜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还笑呢？到底还不还？不还啊！不还！不还！还给我！不还！不还！别废话！还给我！对不起啊，我们快走。弟子已派人四处找张君宝，可是暂时找不到他的下落。张君宝这小子年纪轻轻，武功奇高，我和圣僧在他这个年纪还没有他如此的功力，此人不杀心难安。师父，那小子已经被师父杀得经脉尽碎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我逍遥王不会给敌人任何一个翻身的机会。张君宝此人不为我用，必须死，以绝后患。对，必须斩草除根。前辈，就让在下去追查张君宝，我要和他有个了断。好。本雷，一记风，张君宝就交给你们负责了。遵命。闪电，你继续当你的公主，把婚事办得风风光光的。是。罗珀，好好看守天爵牢，别让任何人有机会闯入。是。还要加强控制，让各门各派交出武功心法，
让我好好的融会贯通，看能不能和我的武功结合，创出更高境界的绝学。是。是。是。请他继续。是。说不说？我说。行。朝朝暮暮的等待，可以领悟。生死死的伤害，可以感受写不出来。鸳鸯海角都分开，红尘男女为什么相爱？头发花白，随雪花飘下来。别来为我叹息，我的眼泪有他的经历。别以为我心里I'm